要正式开始了，准备好你的手机，准备好你的相机，你的记忆卡了没有？待会呢，我们的主持人哥将会为各位带来精彩的走秀的表演。
都拿好，四面八方都要看得到哦。首先呢，要先呢，请大家注意看前面，我们目前呢最棒的枪支品牌，以及我们的最棒的服饰品牌，是我们的秋子妹。
那我们决定在2014年要在台湾办世界杯的射击比赛，会把25个国家的代表队拉到台湾来，也就是说我们会尽我们的力量，还有结合各位的支持的那个热度啊，我们来行销台湾。所以各位啊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要不要来为国争光？啊，你要不要代表台湾做那个台湾代表队啊，来把那个冠军啊，2014年啊首届的一个冠军杯留在台湾。所以我是各位啊，我请你各位啊，好好的努力啊，把那个射击的技术啊练到最好，把台湾杯留在冠军杯留在台湾。世界杯啊留在台湾啊，谢谢啊。